你到底为什么生气啊？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方宇轩？我因为我生气，可以了吧？不是，你这是在吃醋吗？我吃什么醋啊？敢吃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他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说一下？他现在跟我说，那不就不尊重我吗？对，男人就是这样，太自以为是了。我接受你的邀请。放心吧，跟我的约会，肯定比那些毛毛躁躁的人要强。他不会跟叶家辉出去了吧？ 我可不会告诉你，他们怎么去吃浪漫晚餐啊！浪漫晚餐，隔壁小叶师傅，细心，还绅士，又是帮咱妈做针灸，又是帮咱修网络的，重点是人家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呀。确实是个不错的人，我很喜欢，还很懂事，还会照顾人，有情况了呵！是我想的那样吗？他刚刚提出要跟我约会。 还不如都怪你，贺多，你太让人心寒了。大家都是男人，为什么你面对叶家辉的时候总是笑嘻嘻的，面对我就凶巴巴的？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让你当做全校的面前。同学们，康子儿出息了，领先我们全班拿到了定情信物。钱太艺，怪我缺心啊！我真没有侮辱你的意思啊！你就是缺心啊！ 论懂女儿心，如果叶家辉是桃子丝儿，那你就是脚后跟儿。哎，何大人，我到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咱们说好的三人大餐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别呀！钱开业，你闹了一天了，你还没闹够吗？能不能麻烦你让他们先给撤下来啊？这个点儿，商场那边的负责人都下班了，最快也要明天。